外面的工作只是一时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回到公司，我们可是一辈子。我的愿呀，没这么长，我的愿。严肃点好不好？我们这是一个很正经的学术答题活动。这个题你要答不对，真的，你得听题呀、啊！你那我现在开始喊人，男生帽子的老师，你出来一下。叫我蓝精灵。好，咱先回答一个比较简单的。冬奥专线是世界上第一个直通奥运赛场的高铁站，在比赛期间将运动员带来。太长了，这个题目。你有点耐心好不好？请问这个高铁站的名字是什么？是清河站 ，B 太子城站 ，C 崇礼站。清河站。清河站，你选 A 对不对？好，对不对？回去吧。妈，回去吧。辛苦你了，辛苦你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哎呀，举盆之劳嘛。这个已经只有九分钟了，各位老师，上来就错，上来就错，我也没想到我记载的这么顺利。其他不说啊，帮大家排除掉了一个非常难的问题，非常难。下一个问题，有老师自告奋勇吗？我来。好，飞哥。飞哥，这个题目就很少。中国冬奥会历史上获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是哪位 ？A. 李妮娜 ，B. 王蒙 ，C. 韩晓鹏 ，D. 武大靖。啊！吓我一跳，他是的。您请说出您的答案。C. 好，辛苦您，辛苦您，又辛苦您，辛苦您。徐志胜，哎，我知道，明哥，外面的工作只是一时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回到公司，我们可是一辈子。我的愿呀，没这么长，我的愿。问一个之前问过的问题吧，好不好？行。冬奥专线是世界上第一个直通奥运赛场的高铁站，在比赛期间将给运动员带来极大的便利。请问这个高铁站的名字是 ？A. 清河站。B 太子城站 ，C 崇礼站。真的是真的哥哥，真的是真的这么简单吗？对，选 C 啊。咱们在哪儿呢？你有点粗心了，我感觉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一个公司的，一个公司的。帮我检验，帮我检验。对对。啊，真的这么简单吗？对对。第一个什么来着 ？A 清河站。哎 ，B 太子城，我觉得应该是 A 清河站，那这又答错了。我给你，我都重音告诉你，这个不对，这个不对，你这是个正确的重音，这是个重音，你得回公司的，那咱俩可能理解的有点错误。我真的得对一下了，好不好？这个也很简单。冬奥会项目冰壶又被称为 A 冰上高尔夫 ，B 冰上国际象棋 ，C 冰上足球 ，D 冰上国际象棋。A 是什么？冰上高尔夫。冰上高尔夫。A。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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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辛苦辛苦。应该是要自费了。我觉得为了冬奥会，我也宁愿自费。对，为了冬奥会，就我们答对了，我们必须自费。你说的太对了，不能再给冬奥会增加负担。对的，因为冬奥会我们自费。哎呦，鹿晗老师来，我挑一个简单的，你是录制。录制。好。这个真的很简单，鹿晗哥。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是什么时候 ？A. 2022年2月30日 ，B. 2022年2月4日 ，C. 2022年2月5日 ，D. 2022年2月6日。这个，2月4日，确定不改了？不改了。好，有请下一位老师。
是对了还错了吗？你不要管，我有我自己的节奏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呦，哎呦，暴露了。好。不错，小鹿。明显是答对了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不会再有新题了。对，你100%就对了。要去，拿七分钟拿下他。我们答对一题等于答对所有，告诉你。小鹿，哦，我看，哎，哎，你知道？啊？没问题的，我相信你。不知道飞哥知不知道啊？好，鹿哥，麻烦您和我们的导演对视5分钟，对视啊，不要看别的地方，辛苦你，辛苦你，飞哥。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是什么时候？嗯 ，A 2022年2月3日。A 2022年2月3号。不是。好，飞哥和鹿哥可以牵着手一块回去。你俩可以手挎着手，手挎着手一起回去。搞什么你？你看，你是不是眼神？你是不是眼神出问题了？我以为一个就是2月4号。不能作弊。好。好。哎呦，涛哥，涛哥，您严肃点好不好？我们这是一个很正经的学术答题活动。这个题你要答不对，真的。你得听题呀、啊！你得。滑雪者从山上滑下，这是个好题目。雪板呈内八是为了 A 减速。减速啊！啊，不，我先听完，万一有更精确的。B 控制方向。不是。C 拍照好看。A 肯定是 A。您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有请下一位老师。嗯。这个可以踊跃一点，这个你要答不出来的话，好，超哥，麻烦你尝尝。啊，这个真的很简单。滑雪者从山上滑下时，雪板呈内八是为了 A 减速 ，B 控制方向 ，C 拍照。滑雪的问题，来问我吧。啊，今天刚学啊，内八滑下来。在雪面上控制速度，就是用一个三角的板型。减速，好，为了减速。下一位老师，哎呦，错哥了。呵呵，这个题目不用有这么多的准备，给我麻烦快一点。OK。减速。好。下一位老师，你去。我去。放下。好。下一位老师，我跟你说，别了，都不用想。减速啊！好，你切。这太简单了。哎呦，飞哥，你可以一步了。好，减速。好，终于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，回答了这道送分题。太容易。送分题好不好？好。